他救我那个时候。真的就是你。还有一个女孩。哦。跟我同龄的。那些不上学的女生做什么？在家干活。做什么活啊？什么的话，离那家里的活，外头田里的活都得干。多少？男女比例。女生少一些，女生少，男生多。多少比例啊？啊。啊，比例的话，4:1吧。4:1。嗯。啊，那个大学呢？大学，哎呦，咱们30个人，5个，那就是1/6。6:1。6:6。得到高等教育啊。嗯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为什么？女生，我是学工的嘛，学工的人少，本身女生就比例就小，就从原始的高中过来，女生就少。那在作为一个女生，找好工作比男生难不难？找工作，我们那时候是分配的，不是自己找的。啊，政府给配。派你到哪就到哪。你的偶像。我的偶像。有的女的当中的偶像哪？女的。女的当中的偶像。在那个武汉的那个娟娟。娟娟，哎呀，好朋友都是。行，娟娟。为什么？人很诚实，待人很友好。那个，我经常去他们家里，而且。哦，真的。嗯。那你妈妈是什么样的人？谁呀？妈妈。我的妈妈。嗯。你的太姥姥，是个勤劳、勇敢的人。强人。女强人。很强了。她虽然没有文化，但是。在我们家是顶事儿的。为什么他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如果有人欺负他，什么东西，他一巴掌人他就带他干跟。哦。不干。嗯。对女孩子，现在中国现在跟小的时候，区别是什么？我那时候已经解放了，说老实话，那，更民主了，更民主了。不叫民主，现在一律平等。一律平等。现在女孩不得了，翻天了都。翻天倒不简单嘛，那一律平，就是男女平等。女孩子也照样，只要你能上学，她就能去。义务教育嘛，是中国嘛。